起床，大家好，我是文。今天我们所要讲的是 TOEIC 110到120的地方，刚才那个声音、那个掌声还是要给大家的。好，我们马上看一下题目。我们先听一下题目。It's completely normal for students to grumble about their homework, projects, and tests, even when the simple assignments. 他讲一句话说：“哎，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的 normal。”非常非常的正常，对学生而言，这样子呢去做这件事情，怎样的事情呢 ？Grumble， 去抱怨的，是怎样子呢？有关他们的 homework， 家庭作业 ，projects， 专题，还有什么考试的？即使怎样子呢？即使说他们给的这些东西呢 ，assignment 呢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你答案填哪个字 ？OK 啊，你说这我知道啊，这边是一个句子，好啊，这边也是一个句子，所以这边应该一个主词加动词。哇啊啊，怎么只有动词而已？感觉是只有动词而已。你看哦，这个地方是本来是这样子 ，when 当他们这样子 ，when they are given。他们被给这些 simple assignments， 他们很简单的作业的时候，那呢 ，they are 省略掉的，所以答案只有选 given， 所以答案请你选 A。那你说可以解释一下吗 ？When 在这边如果是一个句子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连接词；如果这个分词的时候，它就是简单的一个介系词 prep 的。可以了哈，那你说，哎，哪几个字会考呢？我们看一下喽。我觉得是一个 grumble 抱怨的 complaint。那呢，还有一个 when， 它当 preparation 的时候，这边所加的是一个过去分词 given。可以了哈，我们把题目再听一次。It's completely normal for students to grumble about their homework, projects, and tests, even when.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在。我们看到是在117题的地方。好，我们把声音给听一下，注意哦。The application for the cash card at Bank of Africa should be received no later than June 20th. Submitted online, by mail, or in person. 他说怎样子呢？这个申请，他说呢 ，application 这个申请呢，申请怎样子呢？你看到注意看，如果他申请的时候呢，申请做这个现金卡 ，cash card， 现金卡。在什么地方呢？在 Bank of Africa， 在非洲银行的时候，应该收件的。收件在什么地方？不能超过，不能慢于什么时间呢 ？Then 6月20号，这个地方很清楚。这个 then 它是个 preparation。OK， 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哈。那怎样子呢？它是啊，它递交的时候，交出去的时候。不管你说你是线上的 ，email 的 ，by email 的 ，person，in person 个人的，你答案填哪个字 ？OK， 那你看哦，他说你 application 你要申请的时候，你不能超过6月20号，不管是你什么，哎，你递交的时间是怎样子的？哎，那重点，哎，又是一个句子啊。那请特别记得哦，这个地方是尽管哈，答案请你选 A 啦哈，不管是怎样子 ，whether。那组织是哪个字呢？组织是 application， 这个 it is 怎样子呢 ？submitted， 这边 double T 的哈，那一样道理，这样子呢，这 it is 省略掉的，所以答案请你选，答案请你选 A。你答对了吗 ？OK， 你说哪些字会考呢？我觉得哈，这个是申请表格 application， 还有这个 then 哈，它基本上它有两种功能，第一个是连接词、介系词的部分，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简单介系词 PIP， 还有哪个字 submitted 就是说交，你递交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好，那我们现在再把声音给他听一下。The application for the cash card at Bank of Africa should be received no later than June 20th.
Submitted online, by mail, or in person. 不好意思干扰到大家了，我们再把声音再听一次。 The application for the cash card at Bank of Africa should be received no later than June 20th. Submitted online, by mail, or in person. OK,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在第118题的地方，我们把声音给他听一下。 The results of our customer questionnaire. That our clients will consider an accounting software upgrade. 他说 怎样的结果 ？Results 这个结果，它是个复数的哦，它个复数的。我们顾客的 questionnaire 的问卷，它指出显示一件事情 ，point 这个字是一个及物动词，所以这个整个名字只具当做一个受词的。好，那我们看一下 ，our clients 我们的顾客呢，他会考虑怎样子呢 ？Accounting 会计软体的。 Upgrade 填哪个字？所以你说，哎，我知道这边空格所填的是一个动词，没错，它是一个动词。那主词是哪个字呢？主词是 result， 它是个复数的，它是个 plural， 所以这时候你看呢 ，point 这个 s 不能加，而且它填的是一个动词，不定词、分词或动词、动名词都不能选，所以答案请你选。 A， OK， 那你说哪几个字会考呢？我觉得这几个字比较会考啊、哦，这个 questionnaire， 啊、哦，小心呢、哦，这个字不太好记，我是这样记，有两个 N L E 不发音的 questionnaire， 然后呢 ，consider accounting， 会计的，事实上这个字可以等于 book keeping， 啊，记账然后等等的，可以了哈。 好，那我们把声音再听一次。 The results of our customer questionnaire that our clients will consider an accounting software upgrade. OK， 好，接下来你看呢，我们看到是在119。好，我们把声音给他听一下。 Wishes to attend this gardening workshop should apply to the financial or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by May 5th. 那我们看一下呢，这里比较难，你要注意看了哈。他说。 任何人希望做这件事情，参加这个 gardening 园艺的 workshop， 他应该怎么样子呢？申请对哪个地方申请呢？这个部门 department 这个部门有两个部门，第一个部门是哪个字 ？financial， 还有哪个字 ？human resources 人资部门的人力资源部门的。你答案填哪个字？那你说这个句子里面，请你特别记得。 这个地方，哎，我们先找动词，哪个字？哎，应该申请，啊、哦，这是动词，应该一个申请，对不对？两个字的动词。那你看啊、哦，申请呢？啊、哦，我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主词，哎，不过呢，哎，这边怎么是一个动词？所以你要特别记得啊、哦，这个字的功能本身可以当主词的，那呢，它本身又可以当做关系代名词的。 可以了哈，你看到、啊、这个地方又可以当关系代名词的部分。你看到、啊、这个字 wishes 这个字，那 apply to 是这个字的，所以它是一个复合关系代名词。它本身什么是复合关系代名词呢？它本身可以当做先行者角色，又可以当做关系代名词的角色。哇，哪个字？事实上，如果这个 A 选 anyone who 的时候就可以了。如果这样选的时候就可以了。所以它必须选哪个字呢？ Whoever， 所以答案请你选 B。 任何人要参加这个 workshop 的时候，要申请这样子呢 ？Financial 在财务部门或者什么人资部门在5月5号之前。你答对了吗 ？OK， 那我们说哪几个字会考？我觉得是这个 workshop， 这个呢 seminar， 可以了哈。 还有 financial 这个字呢 ，fiscal 可以了哈 ，human resources 人力资源部门的，还有一个复合关系代名词，小心，复合关系代名词它可以两种功能，第一个它可以当先行词，第二可以当关系代名词，类似可以等于 anyone who， 可以哈，好，那我们把声音再。
我们把声音再听一次。Wishes to attend this gardening workshop should apply to the Financial or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by May 5th. OK,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是在，我看一下哈，我们看一下。我们看到，我们听一下120的地方。Attendance at the upcoming job fair in Elon is highly recommended for considering a career change. 他说怎样子呢？参与的。参加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即将到来的 upcoming 即将到来的 fair exhibition 的啊博览会啊，就是展示会等等的，在什么地方呢？ Elon 他是高度的 recommended 的，他高度的被建议或怎样子的。那针对谁高度建议呢？对这些人，他考虑要什么 a career， 这是个 job。他改变他的工作了，你答案填哪个字 ？OK， 那我们很清楚啊，你看到、哦，注意看哈、哦，这个 for 这个字呢，本身它是个 preparation p r e p 的，可以了哈、哦，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名词，受词的 ，OK， 那你看呢、啊，哪个字，这是哪个字可以当受词呢？比较合理应该是这样，那些你看到、哦，那些要考虑啊。Considering those who， 等一下哈，那些人，好，这边他所加的是个名词，那些人，那答案请你选 B 了哈。那你说可以解释一下吗？为什么选 B 呢？你看啊 ，those who are considering 那些要考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很清楚怎样子呢 ？Who。跟 are 省略掉了，所以答案请你选 Who was considering a career change， 所以答案请你选 B， 可以了、哦、好，那我们把声音再听一次。Attendance at the upcoming job fair in Elon is highly recommended for considering a career change。好，那中哎，刚才我们没有说哪几个字会考啊？啊，我觉得这几个字 attendance。这是参加的意思，这是参加 join 这 upcoming 即将到来的 fail、哦、那个展示会等等的。那 recommended 这个字呢，大概可以等于 suggested， 它是被建议的，可以了哈。好，那我们把声音再听一次。Attendance at the upcoming job fair in Elon is highly recommended for considering a career change。那刚刚忘了讲的，还有一个字，我觉得嘛会考，这个字 recommended， 它是个 VI 的嘛，对不对？这 highly 高度的这个字我会考，可以了哈。好，我们还是把声音再听一次。Attendance at the upcoming job fair in Elon is highly recommended for considering a career change。好，今天我们所讲的是116到120的地方，我们读过啊，这个学习就像游泳一样的。你一定要多练习每个姿势，再做一些修正，再做一些改变，我相信就可以学得越来越好的。好，大家加油了哈！好，再见了，再见，拜拜。